宋慧乔撇幸福肥瘦出尖下巴，白皙嫩腿超吸睛。宋慧乔今25日左出席活动瘦出尖下巴，与一周前圆润的脸蛋相比，真的瘦了不少。图翻摄 IG 杂志影像提供，20001803.25。去年十月，宋慧乔嫁给宋仲基后，出席活动常被外界指幸福肥、怀孕传闻不断。而今25日，她出席活动，一身白色连身短裙，露出白皙的嫩腿。仔细一看，她的幸福肥不见了，下巴也变尖。宋慧乔今日出席公益活动，心情看起来非常好，不断向围观的民众挥手，非常的亲民。她身穿白色连身短裙，露出白皙的嫩腿，原本略显圆润的脸蛋这回也全都不见了。已经36岁的她，全身上下散发出少女的气息。3月16日，宋慧乔出席韩国美妆品牌活动时，穿着粉红色的套装洋装，看起来很有女人味，但却被媒体指出有幸福肥，怀疑她是不是有喜了。传言传了这么久，双方始终都没有正面回应，但才过了一个礼拜，宋慧乔今日现身活动，已经瘦出尖下巴，看来双宋爱的结晶要再等等了。